如果更多的农民进入那个 MyGap 的这个 certification， 这样我们可以跟那个大型的超市来去协调，然后 promote MyGap， 像那个大型的超市他们有那个 consistent 的 supply， 他们就可以做这个 MyGap 的 campaign， 这样农民的那个收入将会提高，因为我相信放给多任何一个人，我问你，你要买 MyGap 还是没有 MyGap 的菜呢？蔬菜，我问你，是啊，每一个人是都要买 MyGap 吗？因为你确保是好好的做农作业，你有那个你是要超标啊，做好管理，不会乱来。当然是要买这个的嘛，虽然是可能贵两毛钱、五毛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你。对你自己的健康，当然是要买 MyGap 的。申请这些农民好像，如果我们想寻找们农药是用来 MyGap， 就是透过农业部。农业部，他们现在还没有那个醒觉，他们还是用了作业传统的作业方式，然后没有那个醒觉，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趋势就是朝向健康的食品，朝向这个一个饮食好的地啊，它的健康还有品质的保证，所以 MyGap 是一种那个品质的保证。